为什么可以？不行啊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们想一下哦，想一下我们的水蜜桃的位置。第一颗好像应该要在右边，它就是有一个之字形的玩法，或者 Z 字形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比方说像我们右下角是哈瓜，欸，左边就是左脚，那右上就是要让它有一个水梨，是水梨吗？桃子、那最后的在左上一个桃子，它就可以这样子闪电的连锁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做。你不是，我说不下去，可不可以挤过去？你为什么不过去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们都已经想好那么美好的未来了，然后就不愿意，不愿意配合。我们的樱桃又在我们，你看这游戏就是你只要一有一点点的摆烂，不是放弃，心有杂念，接下来就会很头疼的。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就说我这个玩法，西瓜率50%以上，好不好？西瓜率50%以上，谢谢，谢谢。就是有时候就是不甩一些水果，把小水果往下丢，把小水果往下丢。西瓜率真的很高，真的很高。但是西瓜后的世界就不知道了。来，我们就今天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我下一次我就去研究有西瓜之后怎么玩更好。我是有看，但是可能那时候没有看得很仔细，就会想说算了，反正我也不会有西瓜。西瓜 so easy。你看，像我现在把它叠一叠，也不知道好不好，我就很头疼。我们先来好好的摆放一下，这小的一定得放这啊，没办法。哈，有。哎，你不要，这时候就想要来。哎，有樱桃，哎，有草莓。你看，有一个西瓜在的时候，我们的小东西就很难放，超级难放。我觉得这个让他过来还可以。掉下去就没有那么可以了啦。你们这也没办法掉去哪了，没办法掉去哪，还要对立，顶上去。呀，哇，左边那边堆了好多好多大水果，有点烦。左下角有点大水果，原本以为那个水梨是有机会变桃子的，那个没有变到桃子，真的超可惜。但就已经没办法了，那边就是固定的，我们现在就只能用这个上面的来努力。可以，没事。上面的我们也是持续努力，会不会出事？樱桃，
会滚。哇，这分数好像很难呢，没有办法，空间不够大。哎呦，你这个。需要更多的空间。喂，你橘子，等，说不定我可以把它推过去。等，我们这边顶一个，然后这边顶一个，这比较圆的应该，圆的你为什么不会滚呢？我还特地给你一个圆的橘子，我想说圆的橘子比较能够滚，你就不滚呢？怎么办？啊！滚过去！哎！滚过去！有！水左脚。我觉得可以看到左脚出现，我很开心了。我觉得我已经够开心了。接下来的分数怎么拿？我不知道，找这边可以。哎呦，烦啊！樱桃挤，樱桃很重，真假？然后这边可以，你又不下去，好啊，现在大家都这样啊。哎呦，忽然间变，你又不见面是怎样啦？哎呦，这边可以。桃子，我不知道，不行，那边不能让它变苹果，苹果就没了。但这时候好像就可以了，可以吧？我不知道，让它变苹果吗？不要变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小的。可是我们这边也不能放哪。哎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放小的。能做的只能像这样子了，好可怕！有，不行啊，差太多了啊！7-38，7-38，还不错了吧？至少西瓜又是来，然后呢，又是后面的水果 ，K 了一下，好气哦！哇，我们底下的水果流，我觉得其实也还行，就是那个梨子那边的时候，其实你稍微思考一下，应该就有机会。上面那个橘子我记得是后来的嘛，至少那时候梨子、苹果跟柑橘，那三个都叠在一起，所以只要在一个柑橘下去就可以变苹果，就可以变梨子，就可以变水蜜桃，下面就有解了。所以那时候有放错，有急了，这真的是慢慢来。那边如果变成水蜜桃的话，就
很 OK， 后面的话就都还有机会。你就想象这个左九是在左下角，那就很有机会了。好，一样用我们的玩法，可以的。多玩几次，越玩越有心得。现在看到他自己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piece of cake。我们现在反而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做的是让哈记跟哈记见面，我们要消失哈记。你们。快受不了那些水果们了。消失哈记的两颗大西瓜合在一起，它那个就会以西瓜跟西瓜消失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但我们就慢慢努力。开局这样也还行啊。嘿，去吧！哇，左桃，左水梨，右水梨，有时候就很讨厌这样，水梨太多。你那樱桃又哦，你这樱桃没有想让你下去。但是告诉他们在玩这个平衡也是很重要、啊，他们会抓。水果们的平衡可以吧？这一定可以吧？哟，左九来啦！你看，你设想一下，我们看底下有些大颗的，如果底下全部都只是樱桃、葡萄、樱桃、葡萄、樱桃、草莓、葡萄，底下都只是玉山加，好像就没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底下有些太大了，那我们，你草莓也可以这么挤哦。我想说这个樱桃我想要留着跟它底下的碰，但好像碰不了，算了啦，不管了啦，合起来了，气死了。这是有够气的一种哎，真的，樱桃好重哦，樱桃大头阵哎。我们现在跟左边的梨子不能离间计，左边梨子我们要拯救，我们要想办法拯救左边梨子。那我们这边也只能这样啊，苹果过去，有得逃一下了，不要那么快。肯定，为什么不亲？为什么你们两个不亲？亲一下，苹果苹果，我的苹果又被压下去了。旁边这样子，哈，哈，左下角苹果。左九开创造飞起来，很酷啊！我觉得那个葡萄就在那了，也不错，它可以堆一些小颗的。两颗苹果啊！
喂啊，过去，听说你很重，去吧。哎哎哎，但这个好像哎嗯嗯。嗯